两个人在我的钓点，在那边钓到不想走啊，去看看。搞搞搞！哦，阿叻阿叻，哎呀，不懂了。啊，买钓啊？不会啦，不是下大雨。我自我介绍，这个是谁？我存的嘞，哦，搞搞搞！啥物？很大只哎，夭寿啊！一条到夭寿喂。啊，真正恁这阵嘞，做歹事未？莫之前过好才甲你叫来。嘿、欸，未做歹事未啊？哈哈。真嘞，还是雨落来都无影。啊，怪等啦，再怪等你，等你搁锁我过。嘿啦，还搁等头水啊，是吧？嗯，还搁等你办办来。太大了吧！我之前带那个国小生暑假来钓这个，冰箱钓到满回家。边边都可以钓，啊，钓多远？大概这里。我这一只会不会太短？不会，刚好。可以钓，你试试看。好啊。你没有虾虾，这边我这边有哎。哦，你还这么干乎？用活的啊？你们用死的哦？用死的就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嘞。你要？带这阵杀手来杀身的。这是一人就是坑，大坑的哦。迄边上无多少十个乌啊，迄最多菜，哇，愈明显。哎、欸，真的嘞，这里就有了嘞。刚刚我在拉嘞。哇，你看这里就会吃啊。嘿嘿，真的嘞。这样就动了。哦，赞赞赞。漂亮的黑弓啊！我怎么吃这么深呢、啊？有，哦，所以它会继续再咬，在前面而已呢。对啊，就边边它就会咬了。有够扯的。越边边越大条。哦吼吼！真的嘞！哦哟，这颜色也太漂亮了吧！你看它白白的、啊，但是它过一下子会全部变黑。好明显的，我这里好像有一只哦。哦 ，yes。对，有树枝，很跳诶。我绕跑了。这个就用虫种的，用虫种的。用虫的好处是虫比较不会掉下去，但是它变干扁就没用了。对啊，来了，看样子我还是比较习惯用虫，命中率比较高。对，因为我钩子比较小啊。嗯。哦，这一条就真的比较大，可是好瘦。这一条大。好瘦哦。生气飙走这样子，了解。你在干嘛？拖走了。啊，你不把它拉起来？我刚才用左手、啊。我小东你在干嘛？
放这里好了。先放这里。哦，拜拜。
好啊，对。今日讲啊，一卡冰箱几公斤嘞？十二个哦。哎呦，奥秘嘛。奥秘嘛，拢奥的啦。哦，赞。